个人、私人账户的 Google 家将于2019年4月2日停止服务。2019年1月30日，我们曾在2018年12月发布公告，表示由于 Google 加一般使用者版本的使用率过低，而且在维护方面遇到种种挑战，无法顺利提供符合使用者期望的产品，因此我们将于2019年4月终止这项服务。感谢您一直以来对 Google 加的支持，我们会说明您后续应该采取的步骤，包含如何下载您的相片及其他内容。您所建立的 Google 加账户及所有 Google 加专页都将于4月2日关闭，而且我们将开始删除 Google 加个人账户中的内容。您相互封存档案中的 Google 加相片和影片，以及您的 Google 加专页都将遭到删除。请务必在4月之前下载并储存您的内容。请注意，已备份至 Google 相簿的相片及影片不会遭到删除。从 Google 加个人账户、Google 加专业和相簿封存档案删除内容的程序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，相关内容可能会在这段期间获得保留。举例来说，使用者或许仍可透过活动记录查看 Google 加个人账户的部分内容，某些 Google 加个人内容也可能会在 Google 加彻底遭到删除前持续开放 G Suite 使用者查看。最早从2月4日起，您将无法再建立新的 Google 加个人资料、专业、社群或活动。请参阅完整的常见问题，了解更多详细资讯和终止服务前的最新消息。如果您是 Google 加社群的拥有者或管理员，您可以下载并储存您在 Google 加社群中的资料。自2019年3月初起，系统会开放其他资料供您下载，包括 Google 加公开社群中每则社群讯息的作者、内文和相片。了解详情。如果您会使用 Google 加登录按钮登录网站及应用程式，请注意，几周后您将无法再透过这个按钮登录，且部分服务会改为采用 Google 登录按钮。只要看到 Google 登录按钮，就表示您仍然可以使用您的 Google 账户登录。了解详情。如果您会使用 Google 加在自己或是其他人的网站上留言，请注意 ，Blogger 将于2月4日移除这项功能，其他网站则会于3月7日移除这项功能。自2019年4月2日起，您在所有网站上的 Google 加留言都将遭到删除。了解详情。如果您是 G Suite 客户，您 G Suite 账户中的 Google 加应可继续使用。如要了解详情，请洽询您的 G Suite 管理员。您的 Google 加即将换上全新外观，并加入各种新功能，敬请期待。了解详情。如果您是使用 Google 加 API 或 Google 加登录功能的开发人员，请点选这里，了解这项异动会对您造成哪些影响。Google 加小组全体成员在此诚挚感谢您在 Google 加的付出，让这里成为充满特别回忆的交流平台。我们也要感谢各位才华洋溢的艺术家、社群建立者和思想家，在 Google 加创造他们独具一格的小天地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热忱与投入，就不会有如此多彩多姿的 Google 加。